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美科的数位部门，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德耀精密来做参访。那德耀精密呢，它是一家精密制造的知名企业，智慧生产、绿色生产已成为该企业的文化精神。厂内啊，更是超过70%以上的自动化加工设备，主要是以铝合金为主的专业制造精密快速接头以及军规接头。那具体的详细介绍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蔡总来为我们介绍及分享。蔡总好。智能化自动化工业4.0的典范，德耀精密总经理蔡正峰。嗨，你们好。我们公司在成立于2012年，那主要的加工产品是以铝制品为主，那这些的系列的产品又以压铸、锻造、以挤型、开模，在帮客户在做模具的开发与管理的时候，那我们公司最主要是做 CNC 的电脑车床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服务有车洗、表面处理，一直到成品，然后交给客户。在我们的厂内，我们有品管室、有全检室、员工休息室，还有我们的招待室。做那么多，我倒不如带你们直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，走。这边是我们的全自动加工厂区，哇，真的是电视到所谓的工业 4.0， 不仅仅呢要拥有专业的技术，还要拥有智能化、自动化、绿色生产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加工厂中脱颖而出。那蔡总，我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，这些高规格自动化的设备啊，它一定是需要高规格的维护，在你们选用油品上肯定是特别的要求，那您是如何做选择的呢？我们目前采用的是美科的植物油，在未使用美科的植物油之前呢，以前因为常常碰到在机台的维护，因为它的粘稠性太高，而导致了我们的工件在加工的时候容易会有夹伤的问题。但是自从改用了美科的植物油之后，在这一部分的问题我们大大的提升了，做了改善，所以也减少了我们公司在加工时候的一些不良率。在使用美科的产品，我很大力的推荐。接下来呢，想请教一下蔡总，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都在大谈 ESG 企业永续的部分，在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以后，对于这些 ESG 的实践有没有起到重要的帮助呢？有非常大的帮助，对环境及 ESG 的实现，我们都能够达到社会的责任。对于员工的安全健康，我们给予了企业承诺及价值链管理。今天很开心听到德耀蔡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，那蔡总又提到说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有为公司带来的好处跟效益，那最后想要请问蔡总最后一个问题，在您成功的体验下，你会推荐你的客户来使用美科植物性切削的产品吗？我会推荐。好，蔡总，那我们美科这么赞，赞。